我是治安主持人怡静，今天认什么？吉兰丹一辆停在油站的汽车有炸弹。那昨晚九点左右呢，吉兰丹巴西马一家 Caltex 油站的员工突然就向消防局投报，指一辆停在油站的汽车里头藏有炸弹。有炸弹这么大件事，消防局于是马上联络警方，并派员到现场展开救援工作。那据了解，当时现场的民众呢和油站员工都是紧急被疏散的，就连拆弹专家也出动，准备进行检查和拆弹工作。无论如何，汽车里是不是真的有炸弹，到目前为止，警方和消防局方面都还没有公布进一步的消息。